外形十分逆龄帅气的48岁不老男神林志颖，去年7月发生自撞车祸意外，所幸后来紧急送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，并在家里休养复健一段时间后，目前恢复状况良好，让不少粉丝都比较安心了。身体渐渐康复的他，除了开始恢复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近况，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近日他就在微博发文透露，前往上海出席活动，也是他手术后第一次前往大陆出席公开活动。他同时分享一系列在活动现场拍摄的照片，照片中他身穿白色上衣搭配黑色外套和黑色长裤，整体状态恢复得相当好，看起来活力十足。照片一出，令粉丝们大赞他帅爆了，纷纷留言表示会永远支持他，直呼他是永远的男神啊。